满球数，中间方向，这个时候来看一下，结果扑下去没有办法穿拦截，穿越行穿打，现在两只大象都要回到本垒。王威成一棒两分，继续扩大中信兄弟的领先局面为7-3。哇，这个时候战歌响起啊、嗯、投手是唯一有机会的人呢。嗯，投手一没有办法拦到的话，那这两分就要掉了。再来看一下王威成的进攻，中间方向的击球，转身过来真的是来不及了。但这颗球其实对二垒手第四要把它挡在内，有难度是很高的。确实在第六局有掌握了一波的攻势哦。这球打左半边，游击手没有办法拦截，穿越型穿打，一只大象，两只大象，陆续回到本垒。这战打再打下球队的两分啊，继续扩大跟统一狮的领先。这个时候在六局下半要血流成河啦，9-3，确实真的是打出了一个大局了哈、哦。哇，岳东华的这战打也是有两分的。